好的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ZQ 对阵 CPG 的第二局上半场啊，地图是永绵镇，这个地图选的非常好。对于 CPG 来讲，这一手地图选的还是有机会的。曲月这边能打一手雕刻家，看二分之一的机会吧。开局如果说遇到先知或者遇到冒险家，因为你真的是遇到冒险家了，有先知这只鸟，如果你上来撞脸的话，你等一等，对吧？旁边找不到你等一等，说不定这只鸟就给你爆点了。哎，这里往前走吗？往前走，独洞哦。没有，这个独洞这个位置不好抓人啊，不好抓人。他这边想了想，因为一二楼的一个地形还是比较难抓的，求者可以拖很久。这里大楼卡足迹，看一眼佣兵夹一手躲掉一个货币弹走。先知在二楼，先知二楼再交雕像，那就是要等待会儿的一个淬火传送了啊，应该是这边。哎，还好，再交一个货币。六秒钟传送好，九秒钟淬火开，看看能不能再骗掉一个吧。骗掉了也不算算骗吧，就是明，这是算一个阳谋啊，就算一个阳谋。好，这边看看怎么找先知，传送过来找先知。魅克已经准备好了，知道你淬火微量，我在这个点位一个翻装加速进来，然后我们墓地一拉，雕像一夹夹不中，那就是死抓这边的先知了。但是整体上面来讲，他的一个抓人节奏是延后了，就是一个淬火的时间嘛，所以说就算真的是比较快速的抓到了，这个时间点上面也是偏晚的。先知这边而且还没有交掉鸟，这一局节奏对于曲月来讲还是要看这边追先知的一个时间点了。时间点如果说能够抓得快一点的话，我觉得还能够保平，能够有办法去想一想怎么争胜啊。这边雕像补一夹，好的，夹中第一下，再夹没夹中，还有一个雕像，看一下这边是补一个两连十字吗？先补一手，再补一手，一刀抽，哎呦，这里魅科打的好灵动啊，完全不给的机会，那走位好流畅。前方拉球，怼一刀，漂亮。这一刀怼完，铁桑应该是乖乖的回头去找冒险家摸了。然后先知这里的话，应该是继续上二楼，然后找机会一波加速。因为先知这个血线是可以防住一刀的，只要能够躲掉雕像，这里是选择过来抓冒险家。因为这个就刚刚给大家讲了，这个一二楼的一个牵制，对于前期的雕刻家来讲还是比较难受的，他很难处理掉这边穷者。好，这边翻走，而且刚才有一个风险，就是如果说雕刻家继续追先知，万一吸出一只鸟来，他整体上面的一个节奏就会崩盘。追冒险家，再打一刀。现在求生者方面残的很多，但是还没有倒人。先知继续先把自己的电机修亮，然后前锋把中场电机补亮以后，应该会去跟先知碰个头，然后把前锋的血线摸满，或者说前锋在旁边等着，然后冒险家如果快要倒人，前锋选择一波撞救也可以。这边看到前锋是应该要上二楼了，要去找先知摸。那待会儿第一波就是因为求生者牵制的时间已经够久了，那就是安排这边前锋先摸好，然后如果真的倒地让佣兵来救了。哦，这边好像没有，先知还在继续修。哎，我们看一下这里冒险家蹲一翻下去，哇，这个牵制的时间，这每个人来跟你玩一手推一下，差最后一台电机了。前锋继续修和佣兵两个人碰头，因为电机就差一台了，所以说这边是先抢机，然后先知跟前锋碰头修机，佣兵准备过来救人。那曲月这边象形坟场打一波，好像有那么点点机会啊，通缉到了前锋，直接传吗？直接传也行，直接传这边秒谁？秒前锋。找前锋的话，前锋有球，当时应该是他不知道先知在这边啊。看一下雕像怎么放，夹一手能开二阶，如果这手能夹到，有可能可以快速击倒。但是小铁这边的前锋是一个双弹。没机会，佣兵这边还在卡时间，把这个屁股卡熟。这样的话，这一波带走，先知继续修机，一刀倒地，前锋倒地，先交象形坟场干扰一手嘛，但这个象形坟场交的一个距离上面稍微有点过头，先知拉走，先知的血线是可以扛住一个两连，因为先知现在的一个血线还是比较健康的。穷者这边，冒险家挖输液，就怕你这边来守电机，因为有一本输液的话，哪怕这台电机先知现在倒了，这个电机都可以瞬间补开。但是这个电机我们可以看到，从上帝视角看到这进度已经差不多了。先知拉走，拖你时间。这一局曲月还有一点机会是什么呢？曲月如果说能够把传送拖出来还行啊。这边好，象形放场结束，这是一个 CD 的真空期。
先把电机压好。补，我觉得曲月这边的防守其实没必要了，他要做的是什么？他要做的是留雕像，然后来等传送。地窖在这边，这里雕像慢慢打慢慢打，他要存一些雕像。电机的话，我觉得求者可以适时的直接开，找一个交互点直接开。这边前锋应该是要冲一个独栋二楼了，电机直接点亮，往哪里冲？小铁的前锋好像想要跑地窖啊，他知道地窖在这边，想要回去走地窖。哇，这真的是，这也要争一个地窖。这个地窖呢，怎么说呢，有机会能争，但是他如果冲独栋呢，基本上是一个妥妥的三跑，因为独栋的一个地理位置的话，它是非常非常的好牵制的。然后如果说你争这个地方呢，万一瞬间被秒了，然后这边选择传送的话，是有机会来想办法来保一个屏的啊。当然这个保屏的面不大，但是呢有可能，因为当时那个点位的话，它的一个牵制的一个点没有这个独栋好牵制。这个独栋就是，对吧，两个窗口，对吧，一个前一个后，你这边雕刻家上来，你雕像两连秒不一定秒得掉。好的，那么这边是 ZQ 再次完成了一个三跑。 ZQ 的求生者真的还是非常非常顶啊，这一把人每个人都牵制起来了，对吧，一个人牵制一会儿，一个人牵制一会儿，换着牵制，好像四个人轮流牵制啊。